何超银刚卸货，何猷琪老婆怀二胎，赌王后代真香生娃是图啥？新金牌娱乐观察家知道，赌王家族一直家大业大，人丁兴旺。这段时间赌王身体不是很好，所以赌王的子女很努力，频频怀孕生娃。何超银刚卸了货，何猷琪的老婆又怀了二胎。你们也知道，何超银是赌王四房的女儿，继承了赌王家族的超高颜值，之前一直是类似明星的存在。不过为了生娃，何超银很辛苦，身体报废，前段时间刚生了女儿，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妈妈了。这边何猷琪也非常拼，妻子 GIG 再度怀孕，何超银生的也是女儿。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何猷君的老婆奚梦瑶，不知道她能否为赌王生下首个男孙。